大家好，我叫张子天，今年五岁，我读紧圣保罗堂幼稚园 K3， 我家有爸爸妈妈和一个孖生妹妹。我好喜欢翻学，因为我年年都攞奖，我 K2 攞咗勤学奖。K1 拿咗美劳奖 ，F1 拿咗绘画比赛大奖，仲考咗普通话卓别一级。最中意做嘅事情系去旅行，每次去旅行之前，妈妈会黑板度画出地图，同我哋一齐计划行程。旧年暑假，我哋去咗多伦多，见到寨瀑布同埋彩虹。我系第一次见到彩虹噶咋，但系我只有见到三种颜色。我仲发现原来多伦多同埋香港嘅日夜系调转噶。每次去旅行，我都好多新事物，希望病毒快啲走，我哋又可以出发去旅行啦。Today I sing a song called